给大家讲一下我和五只狗狗的五年。小矮提醒我每天八点给钱来打针，日历一定好，每天上午八点我会提醒你带钱那去打针。小爱同学提醒我每天10点给多多上药，日历一定好，每天上午10点我会提醒你给多多上药。一定要停住呀。小爱同学每天8点给西西喂奶，10点给康康翻身，日历一定好，晚上8点我会提醒你给西西喂奶，10点给康康翻身。小爱同学每天中午11点半提醒我去医院，日历一定好，每天上午11点半提醒你去医院。小爱同学打开扫地机器人，多多你太胖了，你也应该动一动了。小爱同学真的是我的好帮手，不仅能操纵扫地机器人打扫卫生，还能帮我监督狗子运动。